是白董哈，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没有再戴墨镜了哈？那之前为什么戴墨镜？是因为有的人讲说我都没有看镜头啊，眼睛都闭起来嘛。其实没有，是因为我很怕光哈，所以眼睛都眯眯的。所以之前的有一些影片就有戴墨镜。那今天因为这个没有灯，直接从正面打上来，所以我就没有戴墨镜了。好，那我前几天才知道说哇，这礼拜要过年了，然后呢我就开始跟玉轩啊大扫除，然后呢就整理到很多我们现在可能用不到的东西。好，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东西，大部分是玩具啊，还有一些娃娃，还有一些饼干泡面。像这一袋都是衣服，玉轩的，就是他现在可能比较没有穿的那些衣服，还有一些玩具，超多的，都是新的。像这个啊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，好几年前那个 Seven 的小叮当的那个时光公仔，然后还有像这个啊，超级联盟，还有这个是就是捐钱啊，然后他会送我们一些纪念的公仔存钱筒，这好像是羊年的时候他送我们的，这都是新的啦，只是说都用不到。还有一些很多玩具哦，我朋友夹娃娃虫夹到的，我们之前开那个什么惊喜包的小手枪，底下还有一些机器人玩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把是新的。我发现说哇，真的不整理齁，还不知道说自己有这么多东西哦。这一箱也是玩具，但这一箱是我自己小朋友，他们现在比较大了。然后宇航跟陈佑他们玩具其实已经超级多了，啊，这些是他们现在比较没有玩的玩具。然后还有一些娃娃，我看到卡比兽啊、喷火龙啊、皮卡丘、魔幻种子，这些都是新的。伊布。等待都是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有这个都是球的玩具，因为现在没有球池了。我们家外面的狗在叫，小乖。这个全新的，做那个网拍没有卖掉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去整理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比较用不到，但其实蛮多东西都是新的，可能是我工作客人送的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朋友送我们的，或是之前拍影片的一些玩具。那这些东西我们整理出来啊，我跟玉璇就有一个想法，我们想说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比较用不到，但其实很多都是新的，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人需要，所以我们有上网查一下我们自己台中这附近的育幼院，然后呢我们其实已经前两天呢有打电话过去了，问他们有没有需要一些玩具啊、包包或者是糖果饼干，然后呢他们就说有的话可以拿过去给他们。我们想说也好，在整个社会上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呢需要这些东西，所以说我们待会呢会请我们的达勇，然后开着他的老仙草，把这些玩具啊、饼干啊，然后拿去给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小朋友有一些玩具呢可以过年。走吧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搬到车上，然后我们来出发到台中西屯区的这个光阴育幼院，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些东西搬上车吧。我们达勇哥的老仙草哦，这台满20000。好了好了，那就走吧。那我们刚刚呢都已经把玩具啊、饼干啊、衣服什么的都给他们那个育幼院园区里的老师了，那因为他们里面不方便拍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拍摄了这样子。然后呢来的时候他们有跟我们讲说，他们其实现在比较没有收那种很小小朋友的玩具了，因为他们这边目前都是国高中的比较多啦，但是我大部分的玩具都是全新的，所以他们就有问说那我们到时候拿去义卖可不可以，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至少我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给他们义卖，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啦。大家如果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啊，新的啊，还是可以让给有需要的人啊，可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好一点啊，或者是像现在快过年了，可以过一个更好的年这样子。那今天大概就这个样子，那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呢可以更和谐更美满。那我是白董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多谢泰感恩之心，拜拜。